在一起聚会来敬拜我们神。我知道今天非常的热，就让我们把外套脱掉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流汗来敬拜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Thank you.
中有这样向他开始永恒的答问。可能你在人生中不知道有没有曾经寻找过，有没有问过这样子的问题，那我在接下来这首歌中可以一起来体会一下这些歌词的意思。在世上有多少幻想，但是你
何时我们的人生就像在寻找的小鸟一样，但是有一天终于来到你的身边，可以感受到神啊，你是那最我们何等福分的神啊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你是赋予一切的神。神啊，我们今天有一颗平静的心，作为基督徒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来感受所有的恩典，也请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所要进行的主日的各种的程序。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放在你的手中，希望你悦纳。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